是你们这些问吴桂山能不能升职的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吴桂山山好水好环境好，一个这么优秀的自助养老环境，你还想到升职？中山吴桂山的房价到底有说实在你知道吗？二手房的房价10000合理，二手别墅16000实在，这新房1.6万是当消费者是傻瓜还是白痴，还是开发商自我感觉太过良好，还是深中通道半夜接到吴桂山呢？吴桂山是中山智能保护区，为了保护环境，连个工厂都看不见，半个厂都要各种严格要求，大型的商业不敢进来，连个外卖小哥送个外卖都说山坡太多走不动，被迫去其他地方发展，你还想他升职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吴桂山的感受？任何地方发展升职都是以牺牲环境为前提，很多小白被忽悠，杭州快线不是快通车的吗？那我想问一下，长江路10分钟到东区港口，港口的价格有飞上天吗？中山吴桂山的 GDP 常年以神湾镇争倒数第一，没人没钱没产业，典型的三无镇区，16000买这里，你不站岗谁站岗？那同样的价格应该买哪里呢？回复666，我一一给你解答。